我进来的时候也给自己做了最坏的打算，那就是自己挂了。但同时呢，也在积极的努力配合医生。刚进来的时候内心忐忑，但是听到医护人员非常有磁性的声音，我们非常的安心。我们看不清他们的脸，但是我们可以用声音，可以听声音判别这是哪一个医生。王双伟医生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背上没有痣，但是听他的声音我们就觉得非常有安全感，非常积极热情，对工作精益求精的一个小伙子。他对我们所有病房的人全部都是一一的问诊，一一的记录，不管你是在来方舱之前的还是方舱之后的，所有的结果一一进行查看。然后呢，昨天第二次来查房，哎，他背上有痣了，我们赶紧的把他拍照拍了下来，知道他是谁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病房的病友们都非常非常的感恩他。昨天他们一致找到我这个小组长，他们说我们年纪大了，你帮忙写一封感谢信吧，我们要集体签名，这个必须要去反馈一下。他这个医生太好了，先不知道他名字啊，现在知道了，那一定要去报道一下。他们都默默无闻的认为是自己该做的，但其实他不光给我们医病，更加给我们医心了。每个病人对自己的情况是最关心的，当他们看到检查结果是一个阴性，他们非常的高兴。如果是阳性的话，我会认真的给他们解释，鼓励他们，并给他们信心，在我们的帮助下，他们一定能够战胜病魔，早日康复。收到病人的怜悯感谢信，我非常的感动。我们只是做了一名医务人员应该做的事情，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，我们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疫情，早日实现万家团圆。